这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有谈过一段恋爱，当时我非常喜欢他，现在就知道了。那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位女孩子，我为她献殷勤，帮她挡风遮雨接送她，结果她最后选择的另外一半不是我。我今天就是这种感受，又让我回到过去的那个噩梦。怎么会每一关我都是这样子尽心尽力，然后非常顺利的过关，得到了胜利之后，最爱的人不是我。这种感受真的很差，我觉得自尊会很贱。你用这样的游戏方式，然后分化每个人，其实大家得到了胜利的那一刻，接下来要面对就是残酷的那一面。哇，结果没想到我今天面对的最残酷的那一面，全部都是对着我来。赢了，过关了，然后我被踢过去；赢了，过关了，我又被踢过去，又被踢过来，我被踢了三次，怎么有这种事情啊？那我跟你讲 ，Teddy， 你今天这样做是对的，你选择都是在今天的这个阵容里面是最德高望重的几位。好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在节目上遇到，你就不要再叫我自强哥。